干什么？种花，这花从哪里来的？学校。学校给你们干什么的？For Mother's Day。啊，那是你给。Can I water that one？ 你是给妈妈种的吗？那等妈妈7月份回来以后，它就变成了一朵大花了，是不是？嗯。你 happy 吗？你给妈妈说一句话。你再站在那花跟前说。你觉着我的花长大不大？你的花漂亮吗？这只小花等妈妈回来以后就变大了，是不是啊？Yeah, it will taste some dirt. 来，你站在跟前，我来给你那个照一张相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很好的，很好的。就是你，咱们在这个前面，等妈妈7月份回来的时候，这个花就长大了。你记住，每天你都要给它浇一次水，好不好？Can you take this back in? Uh-huh. I'll get the mail. Yeah, okay, thank you.